金箍舵榜单，肖战能否赶超王一博，位居第一，朱一龙仅第六名。第二名则是和王一博合作主演的《陈情令》的肖战。第三名是在这个夏天让人上头到被大家纷纷称为现男友的李现。从票数上来看，第三名的李现想要赶超第二名的肖战好像不是很容易，两人差了30几万票，而第二名的肖战则和第一名的王一博差了几万票，赶超或许是有可能的。第二名的肖战和第一名的王一博两人目前差了几万票，要真说起来追赶也是非常快的，但不知因为《陈情令》粉上两人的粉丝们会投票给谁呢？而在去年有相当良好表现的朱一龙位居第六，凭借三部剧上榜，《知否真朋友》《天网行动》，朱一龙的表演一直都很让人入戏，但这支有4万多票的投票好像有点少，但可能也是投票刚刚没几天的关系，相信之后这票数一定会有大变化的。